老师，这次可害死我了。大姐，我那瓶装的是蒸馏水，再说都是几天前的事了，药过敏也不会是现在。从图片看更像是食物性过敏，你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？可我从小吃到大没什么过敏的食物啊。那头一遭吃的东西有吗？好好吃啊，这里面放了什么啊？我从来没有吃到过这种味道的冰激凌。无非就是加了松露和白黄鱼子酱而已，喜欢你就多吃一点。难道是什么情况？还能什么情况？停电呗。我去，这怎么还有个人呢？有人吗？喂，救命啊！喂，速报，连接上物业了，说正在抢修，但多久能修好还不清楚。电梯故障的概率是万分之一，被你赶上也是绝了。那请问，在故障的电梯里遇害的几率？电梯里有个奇怪的家伙，为了安全，我要骚扰你。Hello， 我那个现在被困在电梯里了，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？电梯信号不错啊。难道就不想说什么你会一直陪着我，然后直到有人来救我之类的话吗？那就要看你的手机电量了。如果我在电梯里遇害的话，你一定不会放过现场的人，对不对？脸什么的已经深深印在脑海里，是不是？大姐，乌漆抹黑的我能看见啥？再说你不是过敏了吗？哎，对了，接吻有脱敏的效果，我验证过，要不然你找个人试试。大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说是你真的想太多了，男人是视觉动物，黑漆漆的谁有兴趣？那最好是，不过我先声明，等一下灯亮了你可别后悔，毕竟啊，以后跟我在这个电梯里面就是绝对不。商量个事儿呗。商量什么？就当做助人为乐，试试你朋友那方法。这算哪门的助人为乐？你有病吧你？我也怕黑，你又过敏了。这不就互相帮助吗？来吧，来闲着也是闲着。哎，打断你们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监控视频是红外线的。怎么样，你们？没事儿，就是比想象的来的早了点儿。原来是你啊，路边躺尸的女人。哎，没事吧？刚刚吓死我了。那边拍什么拍啊？别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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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把手机收起来。你认识我？小飞是你吗？你回来了。少跟我来这套，直说吧，我们以前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两年前怎么不问我？第一次撞见我的时候怎么不问我？现在当面问我是要跟我撇清？吵死了！一句话，咱俩好过吗？你装什么装啊？那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，赶紧忘了。反正我是都忘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字面意思。哦，对了，我不会喜欢你的，没机会了。谁管你喜不喜欢啊？王八凑对下蛋，谁管他们是谁？看什么看啊？我告诉你，咱俩那些破事我早忘了。你现在跟我在这装什么失忆呢？两年前要不是我收留你，你早就无家可归了。我现在想想，我当初真是同情心泛滥，才会收留你这种没心没肺的家伙。你这种家伙活该当流浪猫。
结尾，都只有我绝望独自面对。影城家乡被过去灼伤，沉默着孤单漫长。遇见你会被我抵抗。又来逼我是吧？我不做父亲。你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？废话，我要是想起来我第一个打你，滚。不用了，想不起来那就不想了。真的？做了选择，我们足够幸运，不再。以你现在的状态，勉强记忆只会加重脑部负担。你姐说的没错，是我操之过急了。你好好休息吧。喂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就这么走了？你不管我了？你不是讨厌我吗？我是讨厌你，但是我不讨厌你做的饭。你要是走了，谁来喂饱我？再说这医院的饭难吃的要死。你真走啊？大不了我以后不为难你，不给你脸色看。你到底听到没啊？就是用心保存。你走了，真的没人理我。蹲着干嘛呢？到床上去啊，你们吃药了。你没走啊？在你没有完全恢复记忆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而且你记起我的名字了。还不是，你来这么多次，想不记得东西。是是是，你说的都对。那以后我们好好相处吧，阿宁。不管你有没有恢复记忆，姐姐永远站在你身边。改变我生命开始转折，世界被赋予颜色，我期待着是爱降临的。我做了选择。